潇洒洒300多码，轻轻松松就到当中，开除喽！甩甩头，扭扭腰，转一转身，站上了 T 台之上，就我最牛。每一次回杆总是姿势满分，大欧比下水沙坑就我最准。除了姿势漂亮，没什么毛病。怪球杆，怪场地，还怪天气，从来没怪过自己，缺少练习。换球衣，换球具，又换开地。吓死人，第二杆气死人，第三杆笑死人，第四杆丢死人，死不抬头，绝不用力，草上飞不吃亏，好球总在 OB 后，上过脸就 OK 了。